应答国海，国持应变。这句佛号真正放在心上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这个能量不可思议。为什么？跟阿弥陀佛通了。啊，好像现在电讯一样，你这里一动，那边晓得了，阿弥陀佛就收到了。啊，如果有杂念，有妄想，把你的功力破坏了。阿弥陀佛知不知道？知道。虽然知道，不能跟你通。他那个地方发出来，你这收不到。为什么收不到？你有杂念，你有妄想，那他干扰你的心，所以你收不到他。如果你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你跟阿弥陀佛通的。啊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只有阿弥陀佛，就叫做功夫成片。所以阿弥陀佛会现身给你看，你的心就定了。为什么？亲自见到阿弥陀佛，你还怀疑吗？有没有人怀疑？有。为什么？这里无欲，无欲六尘，舍不得放下。那一边跟阿弥陀佛通了，这边还是放不下，那就没办法了。阿弥陀佛拉你也拉不出去，拉不去。啊，必须去念佛人，必须对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要淡化，要知道真相。真相大乘经上讲的很多，啊，说的最直截了当的。金刚经，中国人最喜欢的，分量不多，只有5000个字啊。啊，金刚经上告诉我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告诉你，所有一切法，有为法就有生有灭，通通是梦幻泡影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要搞清楚搞明白，你就放下了啊。那么你还给世间人欢天喜地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戒因众生，那是度众生啊。有没有放在心上？没有。搞明把这些事法放在心上，错了，全造成障碍了。啊，把阿弥陀佛这个热线障碍住，不通了。啊，所以真的因大果狠，因是我们自己这一念，果是阿弥陀佛，果持应缘。啊，阿弥陀佛那边真的像大海一样，阿弥陀佛无处不在，阿弥陀佛无时不在，我们有感马上就现，感应难思啊，因果同时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